这是什么奇妙的画面？这个怎么办到的？这其实是一个 bug， 就是在水下的状态，然后完全不需要游泳，直接在水下移动，所以上面是水，应该是说我整个在水里面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是碧海龙。那具体要怎么达成这个 bug 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各位都专注在天空飞嘛，很少骑这种在水里游的这个帕鲁，所以呢，我们呢这次呢，因为天空飞都要尝试过了，所以我想说来测试一下这个水里的游速如何。那这个碧海龙游速应该是目前水里面游最快的吧。然后呢，就是可以直接下来水里的方法，就是刚看到，就是先上去骑上去碧海龙，然后呢下水之后呢，然后直接下来就可以了，像这样。好，先游一段，然后直接下来。正常来讲是会游泳，但是他就是直接会下来这里到最底这里，所以对一开始登陆的时候，好像我不知道多人行不行，因为我没有试过，我只试过单人。那各位试看有没有这个卢米尔都是在上面，感觉很奇妙，好像天空飞一样。但他打得到你吗？应该是打得到你，然后东西又掉落到最底下，感觉这个我开枪开过了。好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各位可以试试看。我不知道，不保证能够成功啦，因为我这个也是一开始试的时候是 OK 的，但是多试几次之后呢，好像它就不行了，要重新登录吧。但是一开始登录的时候都可以直接下水，然后直接到水底，然后不用游泳，然后直接就是正常的状态了。好，先让它试一下，我们再试一次看看。上岸之后呢，它就会修正这个过程。现在已经上岸了，好，这边宝箱先打开一下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再骑看看，继续骑碧海龙之后呢，再下去呢，对，就没有了。应该是一开始吧，一开始下海的时候，然后直接骑碧海龙，然后再下游泳，然后就直接沉到地底下了。对，就是这样操作。各位呢，有空呢可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 bug 介绍就到这边，下集见，拜。